龙生九子之一啊，必系。龙生九子之一，必系。喜爱头重的东西。石碑下面那个像龟的龙头龟身，那叫必系。龙生九子，其中一种叫必系。三个宝贝配置。那细是什么？三个叶嘛。哦，你看巨龙那个里面就是天堂的景观，地下室是十八地狱景观。